Dr. Fatima Lateef, MP for Marine Parade GRC, Geylang Serai, Honorary Advisor to Lord Wu Tai Shin Kong Temple. 非常感激啊！再一次掌声鼓励我们的马尼巴列机械的金田老师来为我们的发蒂玛副教授莅临，非常感激他啊！今天可以看到他啊，入乡随俗哦，可以算是入乡随俗。非常感激他，他今天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到我们的现场，请各位我们的主宾请就坐。 谢谢，非常感激所有的嘉宾以及我们的庙里的代表。今天是个好日子，即将在3天过后就是我们农历新年。对，非常快的时间就要到我们的过年佳节的时刻。对，因为每一年过年我们的城隍庙都做到很有我们的善男信女都一个非常可以说消遣的地方。我们有17天来自台湾的地方戏曲，我们有3天的歌台，还有我们的美食街。哦，真的，大家都可以来这边哦，就是休息休息。对。 现在我们马上邀请我们的主席陈志成PBM上台为我们致欢迎词，邀请我们的陈志成PBM。 Let's invite Mr. Dante C. PBM, Chairman of Lorong Wu Tai Shin Kong Temple, to give us his welcome speech. Once again, welcome to our Wuhan Road for White Temple 2012 Spring Temple Fair Light Ceremony. 对，非常感激他。 七省七佛会议，千会会，灵异顾问，花店医生，会会法律顾问，素食三界大律师，灵异书大律师，会会的灵异主席，灵异场主。 他就不跟公庙各领导。